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厨房过家家玩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灶台。首先，我们来煎一块小面包。小面包煎好了，接着再来煮一个水煮蛋。也煮好了，打开微波炉，我们来加热这个热狗。香喷喷的热狗加热好了，这个是电饭煲，打开盖子，我们来煮一些米饭。米饭煮好了，拿个碗来盛饭。香喷喷的白米饭。这个是面包机，我们现在来烤面包。好香的面包呀，我们再来切一些食物，先切这颗小白菜，再切这个西红柿，再切个青椒，切根白萝卜，再切个紫菜饭团，再切个小卷，还有热狗，还有这块面包。还有洋葱、青瓜、茄子、水煮蛋。